澎湖坐回来啊，然后晚上超漂亮的，然后飞下来就看到星光三月，然后大圆白什么的，你们什么都飞到台北这里，台中，我们从澎湖飞回台中啊，就是沿路看中港路，然后超漂亮的。哎呦，感觉他好像没在动了。对啊，感觉停在那里。很大声哦！没错啊，会吓到我，会掉下压到我。是在录影吗？真假的？这边拍的，录影比较帅。啊！而且它好飘哦，好恐怖哦！很大声哦。超飘的啦！靠！